开会时间已到，请主席宣布开会。上午会议现在开始。今天上午议程由县府行政暨研考处、客家事务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首先请行政暨研考处林处长工作报告。大会主席，我们商务议长赖秘书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记者，各位电视机前的各位乡亲，文和各同仁，大家早。好。那么这一次的开议，
轮到呢何处啊，今天来做工作报告。在还没有工作报告以前容我先来介绍本处的各位同仁。首先呢是我们副处长肖副处长。再来是我们的事务科的吴科长。严长科长。那么事务科的叶科长。新闻科的柯科长。那我们法制科的吴科长。我们工考科的罗科长，还有我们采购科啊，因为采购科的江科长已经调到审计室去了，那么现在由陈科员那么来代理。那文档科的彭科长，还有我们的专员王专员，我们中心服务中心的赖主任，那么南区呢因为那个徐主任身体现在目前在住院中，那么由我们邱副主任来代理。这是本处现在目前所有的干部。那我想从上次开议以来这段期间本处呢承蒙各位议座的支持以及鞭策那么在工作上虽然不是理想不过个人还认为还差强人意的哈。那么也感谢各位议员先生女士的指导哈。那么我就从上次的议会以来这期里面的工作呢，那么做口头上着重点那么来跟各位议座人来做报告。首先报告是新闻的工作哈，新闻科的工作。那么新闻呢除了在做发布新闻以外那当然了新闻科这一部分主要还是在宣导整个的县政使我们的百姓使我们的乡亲能够了解那么县政的团队那么在为民服务这一块在施政的这一块呢到底做得如何那么透过新闻媒体透过宣导，那么使各位乡亲能够了解那么，首先我来报告的是，每年我们新民政市民科这边呢都会来采购农民历106年的这个农民历呢130,000本呢，现在也已经发包了那再过2个月应该就可以发到各位乡亲的手上再来是。发行县政的宣导刊物我们的刊物呢，在传递国府在观光的产业的社会福利以及建设各方面的作为那么来提升本府的竞争力以及呢社会的关注力。那每月我们在县政宣导刊物里面呢，每个月都发有120,000份，那么透过宣导刊物的发送呢，那么给乡亲知道。第三点呢是。发行大花莲英文报刊那么因为我们花莲是一个国际的观光城市当然也有不少国外的旅客到我们这边来观光，所以因此要给国外旅客能够了解到本县各方面的发展，还有本县各方面的旅游资讯，所以因此透过我们的英文的刊物那么来发行，而且不仅只有发行在我们本县而已，那么其他县市的重点的这个人口聚集的地方，我们也都会去发放这个每期都每一个月都出版一期，那每期我们印了10,000份印了10,000份。第四点有关大众媒体的县市宣导，除了平面媒体的宣导以外，我们有透过电子的这个报道以及网络那么来宣导我们本土的各项的县政。这个呢其中报纸的刊登有这一期里面呢报纸的刊登有530则，电视的播次呢也有2589播次那广播的有560次那么媒体网络媒体的有3843则那么给各位乡亲能够知道接下来还有有线电视的脱播我们也透过有线电视
用跑马灯的方式啊，那么来各个的时段呢、啊，重点的地点呢，我们来拖播哦、啊。那么给我们的乡亲在上下班的时候，重点时间的时候，马上就可以了解，及时就可以掌握哦、啊。每天的八点到十点，还有14点到16点，以及20点到22点这个重点时段呢、啊，我们都会来播出哈。最后一项呢是改善电视收视率不低。那么不良的地方呢，来请这个加这个所谓的啊这个转频站，但这个转频站呢啊每年都要相当的电费，那么各乡镇公所啊要求呢说我们这边来补助，我们有透过广电基金会来补助给他，我们每年的补助秀林乡公所10万块钱，寿丰乡所也10万块钱，瑞穗乡公所有98000元。那昏迷乡所有9万啊，因为那这几个地方都有设置一些啊，这个啊，这个电视的这个频率的这个改善站啊，那么来补助给他们啊，这个是有关啊新闻的工作啊工作。那接下来我来报告事务的工作。那事务的工作就是啊，公有的管理这一部分呢，我们现在目前呢 啊。工友跟技工跟驾驶呢啊总共有287人啊。那么临时人员呢啊依照大会啊的决议啊不能超过118人。所以说这个人员我们都控制在118啊不会超过啊，现在目前也是118。那现有的那个工友的宿舍呢，现在目前啊总共有84栋。这84栋里面呢，其中有2栋是办公厅舍，那么1栋是公用的调度室。那么其他呢有57栋是租的宿舍啊，那这租的宿舍呢啊现址的有22栋齁、哦、有22栋，那退址跟移眷呢有占了35栋。那么有些房子已经老旧不堪使用了，那么来跟他再把它修缮的也不乎啊这个经济效益的呢啊有17栋。那么已经拆除的啊留下的空地也有7笔啊，也有7笔。那有关于公务车这一部分呢，目前府里面的公务车总共有94辆，那其中呢超过10年以上的有46辆。那因为行政院啊他们有一个规定，除了特种车辆以外呢，公务车车辆呢大概啊都不能再啊不能再购置。所以说呢现在目前啊就是说用叫我们呢会不要用啊租赁的啊用租赁的。所以说呢本府也有啊一个开国契约啊，用租赁的，所以各个局处啊，啊，基于公务上呢，要用车辆呢，啊，就用我们的开国合约呢，那么来租赁，那么给大家共同来使用啊，这个是有关事务的啊管理的工作。接下来报告有关延展计划啊这个工作。延展计划里面呢，包含了1999县民的热线，那1999的县民热线呢，在这段期间里面，总共受理了3358件。啊、哦，那办结率呢？有99.2%啊，99.2%。那这个1999的热线专线执勤呢，白天以及假日呢，啊，都有2位府里面的女性的同仁那么来轮值。那夜间有1个男性的啊同仁来轮值啊，那么全年无休啊，全年无休。那么案件啊，电话进来的时候呢，案件只要能够处理立即回答的就立即回复，那么不能立即回复呢，我们就把它介入了，那么由分到各个相关的局处啊，那么来处理，那3天内来答不成前人啊，这个是1999啊，我们现在处理的模式是这个模式。那么有关县长的电子信箱这一部分呢，这一段期间里面呢也受理了1154件，那办结率呢是100%啊，100%。那接下来我来报告我们啊综合发展方案啊综合发展方案的这个执行的情形。啊，第一期呢 ,101 年到104年的第一期的综合发展方案呢，总共行政院核定的有69件。那里面呢啊我们花东基金呢啊挹注了有2亿9900万啊 ,2900万。那么第二期的这一部分啊第二期的这一部分呢，总共我们报具的
核定下来有56件啊，我们是办了92件，那核定下来的有56件，那这56件其中里面呢，系列的哈，系列谈单纯系列的有28件啊，那么 A3 加 C 的有2件 ，A2 加 C 的也有5件，那么 A1 加 C 的呢有1件，那总共是36件。那36件里面呢，华东基金啊获了18亿4400万啊，18亿4400万。啊，这个是有关这个、啊这个二期那个综合发展方案呐、啊，这个实施的情形。那现在目前哈、啊，第一期的这几个案子里面呢、啊，现在目前这样的哈、啊，实际上呢有21件，那么执行中落后的有8件，这8件的也分别在几个处啊？有分别在5个处啊，有8件。那个这8件呢，我们都每个月都会来检讨啊。都在检讨他们的执行进度啊，希望这，啊，这个是，就是，那么第二期的这一部分呢，第二期的这一部分总共，啊，42件里面，现在目前都在执行中哈，因为这个是从105年到108年啊，那现在啊，检讨结果落后了也有2件啊，落后了也有2件，这个是啊，综合发展方案呐，啊，这边的执行的情形的，那么本处这边呢，都依照啊管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用 PDCA 循环理论呢、啊，在不断的啊，那么来跟他们鞭策呢，请他们这个进度能够赶上哈、啊，那么能够及早的把它完成。接下来有关法制这一部分啊，法制的应用这一部分呢，在本期里面受理的书院案件有19件啊，那么做成决议的有4件啊，有4件，那撤销的也有1件，不过呢，诉那个。书院撤回的也有1件，那目前还在审议中有14件，有14件啊，14件。那国家赔偿的这一部分呢，这一期里面也受理了2件，目前都还在审议当中啊，在审议当中。那有关依照行政执行法来啊，依请那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来执行的呢，总共有105件，那总共呢啊，求偿受偿的有211万啊9000元啊，这个。是法制方面的这个工作。接下来我来报告是管考哈，管考的工作。那管考的工作呢，目前哈本处哈所管考的有特定列管的，也有主管汇报的，有县长的证件的，有基本设施，有年度设施，有闲置公共设施。那么大会提案的啊，那么重大投资的，总共加起来目前呢有421件，那分别呢啊如下啊，特定列管案件呢原来是列管的49件，那解除了38件，目前还有11件在列管当中，那其中呢有4件是超检，符合进度的有5件，落后的有2件，那么这个呢特定列管的这个案件呢，我们每个月都会召开专案会议。啊，那么来检讨用 PDCA 的啊这种模式的循环呢，那么来啊加以啊改善。那主管汇报的这一部分原列管的121件，那么解除列管的有101件，目前还在列管的有20件啊。那么这个呢啊主管汇报的都是主管汇报由县长亲自在主持啊，那么列管的20件呢都县长亲自那么来听取各个局处的进度的报告，那么做裁示啊，来做裁示。那县长的证件呢？2任合共起来有49件，那么解除列管的有37件，那么尚在列管执行中的有12件啊。那这个呢啊是每一季啊每一季来办理啊来办理这个有关于啊执行的进度。那么接下来第4项呢，就是来报告我们的基础建设。我们的基础建设总共是381件啊。那么结案的呢？结案的有180件，那目前还在执行中的呢有201件，那么落后的呢有60件。那么103到105的这个施政哈、啊、的施政的这个列管案件呢，总件是有320件，那么结案的呢有255件，执行中的有65件，落后的有17件啊，这个我们也都在啊列管当中啊。再来有闲置公共设施活化的列管，
那原来的内管有11件，那解除了有5件，目前尚在执行的内管的有6件。啊，那么大会提案呢？大会提案内管的呢？本处内管有211件，那目前为止是解除了114件，目前还有97件在办理中，还有九件在办理中。那重大的投资案件呢？原来是有14件，那么现在呢？目前还有剩下9件啊，还有剩下9件啊。这个有关呢啊管考这一部分呢的这个啊管考的呢，我们都每个月或是每季啊，那么或者主管汇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提出检讨，会提出检讨。接下来有关采购这一部分啊，行政采购行政科这一部分呢，这一段期间里面总共上网招标的采购案件有160件，那完成决标的有157件，啊，尚未决标的有3件，那这157的决标案件当中呢，预算金额有16亿4639万，那决标金额是12亿2218万，那么标一款呢有3亿2421万啊，这个是有关于采购啊。那么最后我来报告有关于文档这一文啊文书档案这一部分。这一段期间里面总共收文有44479件，那花文校对的有51635件，那电子花文呢有24524件。现在目前的电子花纹的啊占总花纹的比例有57%，有符合啊行政院的这个规定啊。那一般公文呢的管制啊的管考呢，一般公文的这段期间里面预期的有111件啊，110件，那机车有48件，最后呢啊机吹啊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结案的呢，我没有在期间里面结案呢，签行处分的有14件啊。那内管公文的预期有21件，那处分的有4件，其中这处分的4件里面呢，记过一次的有3人次啊，啊，他这个预期的太久了啊，预期的，所以最后呢啊，原意啊，去记过一次，有3个人。那有关于监察院及人民的陈情案件呢，这一段期间里面总共受理了6676件，那其中的监察院有49件了，已经办结了48件，一件还在办理中。那审计室的啊收入的通知的案件有96件，那么有94件已经办结，2件还未结，2件还在办理中。人民的陈情列管案件的134件里面已经办结的有132件，2件未结。那清明时间受理的人民的陈情案件有列管的有101件，那办结的有95件，那未办结的有6件。人民的申请案件当中呢，6236件里面呢，啊，总共办结有6149件，未结有87件啊。这个有关于啊人民的申请案件呢，我们文书这一边呢，文书档案科呢都有啊列管啊。那么到时候呢，啊，时间到了就要把它击催啊。那击催只要在真的击催不行，没有办法在期限里面办结了，我们就要签依照哈。依照公文的管理的办法来，那么我们来签行处分。这是以上啊，大概是本处从上个会期以来呢，那这段期间啊所办的啊相关的这一些啊工作，那么只是重点用口头的向啊各位议座啊各位乡亲做报告。那报告完毕，那进行指教。谢谢行政研考处林处长的报告。现在请客家事务处林处长工作报告。大会主席张副议长、赖秘书长。各位议员先进、媒体记者先生小姐，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乡亲，大家早安。早。今天呢是轮到我们行政处呢，以及我们客家事务处呢工作报告。感谢各位议员先进呢，
对客家事务处呢一年来的支持与照顾。在工作报告前呢，先介绍本处的工作干部呢。我们詹代副处长呢，也是综合科长詹义良哦。我们专员洪连祥洪专员，民俗艺术科陈雪华陈科长，文化保存科黎金环黎科长。以上是我们的工作干部同仁哈。我想今天有幸来这里做工作报告呢，在这个我们是105年4月1日起呢到105年8月31号这个期间呢的工作报告，我们分为11大项呢来说明。第一呢，我们是办理推动呢花莲客庄的产业计划。我们获得经济部补助的呢，花莲县客家特色六级产业呢，这个是三年的计划呢，即将在今年的年底呢，来结案。我们辅导了50家的厂商呢，在明天呢，我们有客家嘉年华呢，这个特色厂商呢，都会在那里摆摊，也欢迎呢，我们议员先生呢，能够到现场来给他们关心我们客家的这个产业。那我们第二项呢，是这个客家产业交流中心的活化经营计划呢，获得客委会的补助呢，目前都在执行中。那另外就是花东基金以及客委会补助的呢，花莲植物染产业计划呢，目前呢，我们的植物染研习班以及呢，缝纫班呢都在执行中。那采购设备以及工程呢，目前在做一个期初的报告哦，在审查中。那四项五项呢，这个是花莲米香廊道呢，这个是由客委会呢，他们发包的子计划哈，2016客家产业全季创新推动计划呢，以及东部客庄区域产经整合计划，这都是客委会发包的哈，这两项计划。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补助各乡镇公所呢，对价值产业计划呢，花莲市呢，花莲市公所有两件呢，在执行中，一件已经完成哈，他们的花莲市客家美食市集呢，建制计划已经完成啊。那就是2016呢，花莲市北山山呢，南博宫这个朝梯设计呢，还在执行中。那花莲市105年客家产业创新育成计划呢，那个也是还在执行中哈。那吉安乡呢有一件，他们就是吉安呢客家产业创新育成计划呢，已经完成哈，在核销中。那富里呢，富里乡有一个产业交流中心呢，就是纵谷泥火站呢，罗山客栈，这个产业要生计划呢，目前在执行中。那我们也办理了这个客储会呢，各分会呢会长干部呢去中彰投呢，观摩他们的产业，将来对我们各乡镇呢这个产业提升呢，做交流。那补助各社团呢，以及客组会办理呢，这端午节美食研习班呢有4件哈，都已经核销完成。重阳节活动呢有3件，已经完成呢，目前在核销中哈。那有美食研习班呢，凤林分会呢开了一班哈，目前呢都还在研习中。光复呢办理擂茶研习班，目前还在这个目前在核销中哈，已经完成了。新城有办理呢手工编织袋研习班呢，这已经完成哈，已经核销中。还有客家所做的拼布班，这也已经完成哈。那第三呢是补助乡镇公所呢，
以及学校民间社团呢办理这个客家音乐舞蹈民俗技艺以及人才培养的活动。客家八音呢进阶班呢有两个班哦，瑞穗一班、凤林一班。那二胡研习班呢，有两个班，包括凤林班以及玉里的国乐社呢，来办理。民俗第一班呢，就是瑞穗开了一班哦，他们这个在研习中。义民祭活动呢，长条义民亭，其中补助他们呢。办理这个客家风义民情的活动，也已经办理完成，在合校中哈。客家歌谣班呢，以及合唱研习班呢，这个有凤翔哈，以及我们花莲市分会呢办理两班，都还在研习中哈。客家艺文交流活动呢，富里分会呢，他办理客艺传扬。琼哈德劳念哈，这个跟台北市呢客家社团做交流哈。客家舞蹈研习班呢，花莲市受封呢，共开了两班哈，目前都还在研习中。客家文化艺术节呢，目前呢有凤林以及吉安乡公所呢两个乡镇公所呢，要在即将在这个。农历的10月15号呢来办理。那第四大项呢，我们办理客庄12大节庆，我们征集到客额补助250万，刻骨铭心呢古往争霸系列活动呢，已经在办理完成了。我们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就是6月16日的城隍彩街活动呢，我们推派了两队的过去的古王呢来参加他的夜间的这个活动。那客庄小旅行呢，我们也办理了两个场次，由7月5号、6号两个场次哈。那欢喜锣鼓满客群呢，就是这个在富源的保安宫，我们办理了这个晚会活动呢，邀请到。马来西亚以及呢日本的这个古艺团呢来做表演，以及今年的古王呢在那里做表演哈。第五大项客家文化会馆的经营呢，我们争取到客委会的补助呢，在演艺堂我们办了三个场次的这个活动呢，在这里已经完成。那配合机关以及学校团体呢。个人呢，这些租借呢，我们演艺堂的表演活动呢，以及社团的这个活动呢，一共有62个场次啊、哦，租借62场次呢，来管的人来这个演艺堂的人数呢，有15921人次啊、哦。那第六呢，陆续也在办理这个我们客家文化会馆的活化经营。我们在4月25号到5月22号呢，这办理了纪来石哈书法以及篆刻这个篆刻展哈。那5月25到6月19呢，办理了五路财神这个脸谱的作品展。那6月22到7月15呢，办理了漫画大师敖幼祥的特展，敖幼祥。特展，7月18到8月12呢，我们办理了太极墨画曾俊明个人的特展。我们8月13到9月12呢，我们办理了义民祭的各分会的作品哈，环保的神猪神羊呢，我们都在那里做特展。我们在105年6月18呢，办理客语朗读比赛，分为9个组。我们道馆来参与比赛的人数呢，有504人报名哈。活动已经办满，已经圆满了，结束哈。那我们夏令营呢，
就是为小孩子呢设计的，神鹰呢夏令营呢，让小孩子来学客语，来了解客庄啊、哦。我们分两梯次来办理啊、哦。那我们继续在会馆呢，我们有研习班哈、哦，开了七个班，其中有三个班，歌谣研习班、口琴班以及舞蹈、八音、古镇。这个每班呢，每周都上两个小时上课哈、哦，都是利用周六和周日的时间哈、哦。那也开放我们馆舍呢，供提供有需要的馆单位呢，像我们公路局的车祸鉴定以及各种研习会呢，我们来出租给这个有需要的这个团体呢，到我们馆舍来来办理。一共有到馆人数呢，每周都16000多人哈、哦。第七项我们办理客家生活环境营造呢计划以及公视语言无障碍哈、哦，所以我们馆舍联营计划呢，现在我们在由扁县我们的承包商哈、哦、牛头头工作室呢，他来做馆舍联营的精进计划呢。已经到了其中的审查会哈、哦，那还有办理呢跨域整合，大家偏发多店的回来规划设计呢，已经也到了其中这个审查会议哈、哦。那我们中期呢还有一个大和八德庄新前镇这个生活廊道哈。哦规划设计案呢，我们已经在办理这个起初的简报哈、哦，已经在审查过哈，他、哦要修正，对，要修正计划哈、哦。那我们有一个生活环境呢，是第一客委会补助的，发现南区客家文化生活圈呢，绕进祈福丝路行脚呢，发现新客庄。庙会的新气象呢，第一期工程，已经签约中哈，在办理第一次变更计划，变更计划，预算书图呢已经快完成了哈、哦。那公视语言无障碍呢，就是我们有派驻在包括县府以及我们客家文化会馆呢，有这个熟悉客语的这个导览志工呢，来做对客语。相亲的这个服务哈、哦，那第八大项呢，传承客语，以及我们客家学术文化类的这个活动，我们客语新谈计划呢，培训呢已经完成哈、哦，在105年1月1号到这个12月19呢，这已经执行完毕哈、哦。那深耕计划呢，我们上半年和下半年呢。我们分两期哈、哦，各开了14班哈、哦，14班。那我们也办理义民文化祭活动，这是由华东基金呢支援的哈、哦。我们目前已经活动办理完成，在办理结算核销中哈、哦。那我们也办理了一个这个课后学习这个课语的这个课语班呢，在南区的吴江国桥呢哈、哦、这也已经结案了哈、哦。那我们也在9月24号办理呢客家闹音打嘴鼓哈、哦、就是口说艺术的这个比赛也已经结案了哈。哦那第九呢，我们辅导各乡镇生活环境呢，哈、哦，这个以及馆舍活化经营的这个计划，我们花莲市目前呢，这个好客文化会馆呢已经结案了哈、哦。那东线旧铁道填补客家风情巡礼呢，这个是 A 加 B 的这个工程哈、哦，目前呢。设计的
已经送设计书呢送到客委会审议中哈。那还有一个三山国王庙的这个信仰以及人文历史环境呢这个改善哈，目前在执行中。那吉安呢有三件哈，重古客庄第一客庄呢，第一庄客家第一庄呢，这个稻香永兴这个串珠计划第二期呢已经结案了哈，还有好客艺术村呢也已经结案，目前报第二期的内装工程哈，客委会尚未核定哈。那我们吉安还有一件呢，就是南埔的客家溯源计划，目前已经开工哈，正在执行中。那溯峰乡呢，客家廊道呢文化生活环境营造计划呢已经办理结案。凤林镇公所呢客家采风街区第二期工程呢目前在执行中。那光复乡呢有两件，它的明德老街营造计划呢已经完成结案。那光复上大河呢唐朝生活圈呢客家糖业会社的路廊营造计划呢工程已经开工，但是有一点要他们在变更计划了齁，有点目前呢在还在执行中齁。那义里呢，我们是获得义里生活馆齁活化经营计划呢目前在执行中。那富里乡呢有一个县境之南呢克里文清这公圃街区的这客家文化生活圈营造呢规划设计以及工程内目前规划设计呢已经完成齁，送客委会审查中齁。那瑞穗乡呢也有一件，它是规划案，就是打马烟三员工呢客家信仰生活周边环境营造这个计划呢目前已经这个期末报告齁，那么在办理结案中。那辅导各乡镇呢办理客以临柜志工齁，临柜志工呢那其中有光复乡寿丰乡他们都有办理呢客以临柜志工的这个来到公所办理呢办理公事呢，由我们公事员的这个志工呢来跟他们做服务，就是吉安乡齁光复乡寿丰乡都有申请这个案。那第十项呢，补助乡镇公所以及民间社团的办理客家语言文化相关活动。那客语人才的培训计划呢，一共有六个班哈，这个都要到我们这个十一月中旬哈才会结案，就我们全部的有六个班在研习计划。那也办理了这个客语文化的观摩交流活动一件。那以上呢是我们105年4月1号呢到105年8月31号的工作计划上报告，也感谢各位义眼先进给我们的支持，那就谢谢。谢谢客家事务处林处长的工作报告，下个议程业务探讨，现在休息十分钟。
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继续开会。现在议程意见交换，黄彦明议员。主席，爱谁我跟你讲哈，请问一下那个部长，一问即答一下，我们的副主任叫什么名字啊？玉里的。你刚才说秋。你刚才说姓邱，我都奇怪了，你连处长都不知道我们玉里的副主任的名字叫什么，我觉得非常失望哈、可见就是好，可见哈、工作就必须轮流了哈、我想哈、我们一个科室的主管如果待太久的话哈、每个人都会有怠惰，每个人都会怠惰，就像科家事务处，科长又兼副处长，对不对？工作何其多，所以这个不行，要呈报上去。副处长升就升，降就降，不然就原本就科长。如果资格不符，就科长，找个副处长来。不要一个人兼数职的话，这业务做不好啊、省钱不是省这一种的，县长一出门也是好几百万就这样一花，对不对？一个副处长也多不了多少钱。我是希望说工作可以平均分配，让每个人尽其所能。但是做久了，就是会有怠惰。我希望说，因为你们都不是专长那个科目，不像建设处啊，或是一定要有那个专长要有技术的哈。我希望每年都能够轮调，熟悉处理的所有业务以后，每个人问起来，才对我们县民有所帮助。不然怠惰久了，我撑着我的做顾啊，不然你是要安怎呢？我都无要去啊，不然你是要安怎？我是觉得这是对我们议员的一种不尊重啊。我希望回去哈，明年还是在民政小组，明年还是在民政小组，可能哈我就盯得很紧。你若再不跟我换的话，不会像以前这个样一删不删了，一算不删，我就删哈。因为现在副议长跟我们在一起，我就四个人很好说，又没有结婚的有两个，说删就删。所以希望说你们要哈真的为我们县民着想。要为个人的情绪或是私利，不给议员任何的机会哈，安尼知道吗？会记得哈，我们叫蔡副主任，好，希望我们科家事务处哈，不是我没有在听了，其实我们昨天已经把你们的工作报告都看过一遍了，所以你念到我头就烦了，所以我在看报纸。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县长很厉害，不看稿的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下讲，就讲一个小时又二十分钟。你们要有这种能耐，所以才会当县长。我一直念一条一条念一条，看偌无聊啊，对不对？因为你们做什么工作，我们小组早就审查过，你们该做什么工作，我们都记得很清楚。你现在又跟我念一遍的话，我觉得阿长，所以希望就说哈，能够写县长的精神哈。把自己的工作心态给调整，因为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我的乡亲也想见我，所以我先失陪。也不是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副议长哈。这个我想请教一下，那个花莲市的好客文化会馆是施工所后面那个对不对？对嘛哈，那是第一期工程对不对？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因为那个土地所有权是花莲县政府的，是吗？对，对，所以你要求，你现在县政府要求他要架构，你现在他要发生什么问题吗？虽然他已经结案了，但没有办法核销啊，因为他拿不到使用执照啊。所以这个部分你是不是要跟财政处来这个拿到了吗？对，没有拿到啊。所以虽然已经结案，但是你要追那个进度嘛。你现在害他们没有办法核销，是不是跟财政处来
讨论一下花莲市公所裁员结聚，你是不是拨用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后续还有二期三期的部分能够继续。所以你很多的这个报告都说结案结案结案，可是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没有处理啊，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本期想要了解，就是说地方电视台的公益频道，目前回来电视台到底几个 channel 是公益频道，因为它有规定哦，地方电视台必须要有公益频道。那目前本期所了解是它第三台是公益频道，第三台公益频道现在花莲县议会，因为我们那天大会的时候有讲到这个转播的问题，现在花莲县议会正在开议当中。那所谓的这个各处的这个意见交换其实也非常重要，其实是不是要求你们去要求回来电视台第三台那个部分的品质要顾到，这样子呢才能让乡亲了解到底县政府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也可以让这个议员针对你们做意见交换，也让乡亲了解我们到底在监督什么事情啊。那昨天他开始在播的时候呢，我看了半天哈，第一个啦，陈淑敏陈局长在报告的时候完全没有声音啊，完全没有声音啊，这个画面，而且那画面断断续续的，他为什么收钱的东西他就可以播得很好，在公益频道上面他就无法处理，所以你这个要去要求这个地方台的部分哈，因为他是公益频道，请他在公益频道的这个部分要处理他的品质管控。还有就是我刚刚看你工作报告，你工作报告说你每月出一次的英文报，大花莲英文报，为什么所有的你们有看过吗？各位议员没有啊，没有人看过啊，是不是你把目前已经出了几期的英文报哦给议员来参阅一下，因为要看你们里面到底要写什么啊，有没有这个错误啊，或者是还是一直都重复啊，是不是？另外花东基金的部分，花东基金的部分其实以前我们谢处长在的时候，花东基金是必须要表格化，你每一个进度你要报告，而且每一份的这个表格进度是放在各位议员的桌子上啊。啊，你这次不到半夜就把它带过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针对花莲重大政策，议员在关心，民众在关心的，你们这样处理好像不太妥当，是不是在会后的时候呢，把所有的这个就把表格化进度化，然后给各位议员哈。那还有就是你们所列管的十个这个投资案哈，重大投资案到底是哪一些？好，也把这个资料拿给本席哈。以上，谢谢。有没有议员要发言？庄志才议员。大家早哈。那个林老师哈，有一个议题啦，我们都知道你们这个单位是把花莲县政府所有的工程事务都是由你们在这个在追踪嘛。那我请教你啊，像我前几天组一个专案会议啊，东大门那个铺面的工程啊，都已经公开招标出去这么多年了，而且已经东大门夜市也营业将近两年了，那工程都已经在还人家还没营业就已经在做了，而且这个工程啊工作天也已经完成了，也跟你报说要验收了，但是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了。也不愿意说，所以那天我开专案会议，只是现在我们县政府这一方面说他的事儿有品质有问题，那没有关系，品质有问题不是你县政府说了算，应该由专业人士聘请专业人士来做一个检定嘛。那拖了将近两年时间，你们也不叫人来鉴定，那业者也叫专业人士来做鉴定了，也没问题，公文也给你们了。可是公文一直压在现场那里，就是不签出来，所以我们专案会议在十月三十号的时候，啊，那会议已经开完了，也做一个决议啊，希望县政府在15天以内啊，找那个专业人士到现场去会勘，把它检验完成，很快啊，把这工程很快把它完成，而且如果业者真的是有问题。那你把它扣款也可以嘛，依据采购法来，或者是检验都可以，人家业者愿意啊，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就拖到现在还在拖？难道你单位都不知道吗？那处长，这应该处理啦，很可怜，你知道？这本钱你这两拖几万蚊命，啊，万人验收，啊，跟人讲骗几百，啊，两拖了两年，啊，结果数量那么大，一个
那生意人，哎，真在多会多会多哩啦，不好苦命所苦啦。前单位真的真的帮忙帮忙，我来来袂及啊，公司没有你啊，干那样刁难人管，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尽快处理，15天以内啊。陈建忠议员，好，谢谢主席。我想反映一下我们南区的一个先生哈，正如刚刚这个我们迪布斯这个议员所说的啊，有关于我们这个有线电视的一个品质啊，真的要加强啊。还有一点是它的这个收费啊，比其他的县市啊确实是高啊，是不是有讨论的空间啊？因为我们他说台北那边啊只有300-400块，但是我们这边一直维持在590块啊。所以这个收费是不是我们行政处啊能够跟他们做一个商量？好，以上，谢谢。王正副议员，好，谢谢主席哈，还有两个局处的处长跟主管哈，各位与会同仁大家好哈。这个陈建忠议员讲的这个回南电视台的收费哈，确实常年处于高档哈，那。我知道这个都有一个收费的一个评议委员会的组成，还有他们的会议的探讨，哦，最终才会决定出我们最后的收费标准出来，哦，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并不晓得他为什么定在这个价位。你们的开会应该有重点，哦，重点的内容应该要揭露出来，哦，为什么？所有的评议委员们最后长期都认定是必须要这样子收费，所以我想处长这边你们负责有线电视的管理跟辅导，希望你们把过去历年来怎么样认定是必须要这样子收费的理由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具体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管线过长呢，是因为其他的维修成本高呢，还是其他任何原因，你必须要揭露出来，大家收费缴费才能够有所依据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县政府内哈，在各局处都有对人民的罚款各种处分哈，裁处书都会出去，罚10000的，罚9000的，罚60000的，罚5000的等等。可是有一个现象就是各处之间不一致，什么情形导致不一致？有很多民众哈，他是在不按法令的情况之下触犯法令，哈，比如说他违反了水保，比如说他违反了什么水污染的申请，比如说他违反了什么那个聘雇外劳的程序，啊，我看这个诉愿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哈，就是。不接受啊，不接受这个不按法令这个理由，有的又接受啊，比如说你本来应该罚60000的，但是因为你不按法令啊，在很多具体的情况之下，不知道有这个法令，所以误触了啊，所以就折价啊，折成30000，或是折成1/3来收这个罚款，啊，有的局处又不接受啊，又不接受说不，即使不按法令。你也要全额的来处分，即使不按法令也有全额处分，你们去，我希望你们这个法制这边去做全面性的了解，各局处做全面性的了解，哪些局处认同不按法令可以折价，哪些局处即使不按法令也不得折价，其实我们的法条多如牛毛，很多民众都是根本不晓得有这样子的法规法条在，所以就被罚款了。你们应该要采取最宽容的认定啊，最宽容的认定就是说，如果他未经辅导就被处分就被处罚的话，应该要予以减免啊，比如说1/2，比如说1/3，让他知道有这样的情形啊，而不是说。直接就用全额来处分他，这一点我希望你们让这个
各局处哈，县政府内的各局处统一向你们汇报啊，说他们哪些法条上是可以折半，哪些法条是不能折半，然后不能折半的应该要予以突破啊，应该要让民众至少在受辅导或者是说初犯受轻比较轻的这个处分的情况之下来进行啊，否则民怨太深啊，这个这样子的直接处分哈，让人家受不了。这一点是有关客家处的哈，就是我们敖佑祥漫画大师在花莲，他一直在经营我们的动漫的环境。对于这个吉安的这个庆丰市场旁的这个客家园区哈，他们也认为说它的规模跟质感都不错啊，也许有一天在全国性的漫画大会的时候，也许可以来谈合作啊，让所有的这个各县市的漫画家哈，可以在好一点的环境里面来从事这样子的活动啊。如果未来有这样的提案啊，他们现在也许有一些附案，如果未来有这样的提案，我希望处长还有我们客家处这边啊，尽量的配合跟让他把客家元素放进去，他这个全国性的漫画过程里面，也让我们这样子的会馆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活化，让更多人认识客家会馆的硬体跟软体各方面的成果哈。好，以上谢谢。郑全龙议员，好，谢谢大会主席张会长，还有前面的两位局处长，还有本会的议员同仁，先进大家早哈。我们议会的主管大家早。那本席首先就针对我们客家事务处的部分吼，本席这边有两点的一个建议啦吼。那第一点，刚才我们黄议员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吉安的好客艺术村的部分吼，那这几年我们花莲县境内，那我们中央客委会也补助了我们地方很多的我们客家的一个，不管是文化的部分还是建筑的部分吼，都挹注蛮多吼。那吉安好客艺术村也是在我们中央补助之下哈，在我们吉安乡公所申请哈，那第一期的工程是2000多万嘛哈，那后续还有第二期、第三期哈。我想哈，早期一个所谓的一个闲置一个营区，在我们各级单位努力之下哈，那今年营造了一个地方一个特色出来哈。我想目前还闲置在那边是非常可惜的哈。那本席这边要建议就是说我们处长哈，是不是我们横向联系，还是说跟县长提一下齁？那当然我们县长非常对地方的建设非常用心齁，尤其在前几年，就是我们庆丰市场所谓的土地公的部分，因为我们县长有感然后，所以把我们庆丰市场的土地公晋升为所谓的城隍的部分。那市场本身就是人员进出蛮复杂的地方齁，我想既然今天我们好客艺术村已经一个轮廓已经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可以把所谓的我们的城隍爷吼，把它迁移吼，安置在我们好客艺术村里面？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城隍吼更受到我们的信众个人虔诚的一个膜拜吼。那况且里面的空间也足够让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民众去参拜。那再来也可以带动地方的一个繁荣吼。那也可以把我们原来所谓的土地公的位置吼，还给我们庆丰市场吼，由他们来啊膜拜吼。我想这个是希望我们处长吼，在这方面跟吉安乡公所还是跟我们现场的研议看看吼，把我们城隍吼迁移到我们好客艺术村吼，这样会增加我们地方一个繁荣吼，一个还有一些观光客，那也可以到地方去参拜一下。所谓的土地公晋升为城隍的一个故事吼，我们也可以在那边叙述出来，这是第一点吼。那第二点，我要感谢我们林处长吼，在去年吼，本席又跟处长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吉安的一个信仰中心，就是所谓的吉安五谷宫嘛吼。那这几年，当然本席刚刚有提到吼，我们客委会补助我们花莲县境内很多我们客家的一个活动，还有我们一个文物建物的一个新设吼。那唯独我们吉安的一个客家的一个信仰中心五谷宫的部分吼，到目前吼，还是没有所改变啦。我想吼，人讲啦吼，假水果爱拜树头啦吼。那我们的树头源头就是在我们吉安的那个五谷宫嘛。我想吼，处长的用心我也都看在眼里啦吼。
可是我还是要拜托处长吼，我们的步伐要快一点吼，因为之前我们也有到我们五股宫前面所谓的那个入口的部分吼，因为它前面有一个水径，还有就是说它的相关的一些管路的问题，包括自来水、电信啊、电力公司的管线问题吼。那当初也在我们萧美琴萧立伟吼的协助之下，有请相关单位来会勘了吼。那会之后也没有在后续的一个消息吼。那今天借着我们客家事务处的一个工作报告吼，那还是要拜托我们林处长吼，在这一部分吼，还是要再横向联系一下吼，让我们地方吼所希望吼我们这个进出我们五股宫的道路吼，可以尽快的吼来打通吼，不要说进出吼，还有一个弯道，还有我们五股宫一个相关的一个建物的部分，还有周遭我们客家图腾的部分吼，我想吼还是要进一步来努力然后。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吼，那本席在之前吼，在我们吉安代表会担任代表还是担任主席吼，到目前吼，我想吼，所谓的我们的实业办吼，一般人讲一下平安的部分吼，我想吼，这十几年来都没有改变吼，好像就是说，它整个流程都是固定的，没有创新然后，就是所谓的。烟机比赛啊，还有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成果最后那呈现给我们的神农大帝，还是呈现给我们的神明我们祖先，感谢他这一年的庇佑。我想公家花了那么多的钱，每年将近一个活动将近花了80万到100万，我想是不是可以有所改变哦，不要一成不变。我从民国91年当民意代表到现在齁，我想每年的活动都是一样的，没有稍微的改变，我想这个是很可惜的。既然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经费哦，是要适度的改变一下齁，把它内容更丰富一点，不要从十几年到现在都是一样的齁。那以上这三点就请我们处长齁多多关心，多多协助。好，谢谢。刘美英议员。主席啊，那个研考刚讲有线电视花莲这一家，那我在任了好几任，每次都开会结果也不了了之啊。当然不光是价钱，也希望内容呢能够，希望他们有些部分还是买一些好的频道给我们啊，因为只有一家没有竞争，所以给什么我们就得吃什么了哈。所以希望这部分研考呢，处长呢来多多来要求一下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刚讲的375页啊，前一言有在讲啊，行政处罚部分啊，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树院委员呢，就是你们县政府遴选的了，基本上老百姓会到树院是很惨，那跟你们有没有用，绝对零蛋，因为树院委员就是县政府啊，那我跟县政府的纠纷又是树院委员，就是你们县长或者是局处首长担任，那绝对死路一条啊。所以呢，要求你们多公正啊，是简直啊，是一虎磨皮啊哈。但是还是希望啊，有些事情啊，还是公正、审慎、客观，哦，不要让人家觉得这个哈徒留虚设啊。没有一件树院会成功啊？为什么？大部分树院都是针对你们县政府，那很多老百姓很惨啊，更不知道树院委员就是你们贵县府啊。所以老百姓跟你们只是一个形式，让他有一个机会吐苦水，结果还是零蛋，不管对跟不对，只要碰到县政府就是零蛋。所以呢，我们身为民意代表，我们花了那么多的这个纳税来请各位诸公来担任这些委员，或是你刚好这个金虎兄是我好朋友了哈，但是有些时候还是要宽厚对待老百姓啊。对的就是对，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就要这个还是要公平审慎啊，不要动不动只要碰到很多事情，你们说啊来个树院，哇，没树院没死，一树院绝对死，为什么？没树院还有可能机会，那你也知道公共所谓的这个行政诉讼，如果经过诉讼判决死亡，到地检署根本不要谈了啦，一定死路一条啊。所以我们是做了好几任了，大概就知道这个麻烦了，所以希望你们树院委员不要那么快给他定生死
啊，然后当然啊，这样子哈、啊，这个断尾求生，永绝后患，不用再去告你们了哈。但是希望还是哈、啊，统翻再报啊。这个花莲县老百姓都很老实啊，一旦会报诉愿呢，一定有他很多的委屈，或者希望给他一线的希望。不要是太过于这个蛮横过关，老百姓在花莲县，我想绝无仅有。我还是希望呢，处长能够统翻再报哈。啊，要真正的公平公正面对啊、哦，因为这个总教做庄东洗地嘛，万那有可能会赢啦哦，还是希望这部分还是要公平一点哈、哦。那我讲的一个国赔啊，那个国家赔偿法也是一样啊哈，都是大部分因为自己公务人员职务过失而不法侵害其权利一件，这也是一样啊。案件丢入县政府鸿门深似海啊，谁有办法会赢啊？你看看你们的案件，现场咨询这个两件，全部呢赔偿共两件，你并没有说完成几件，啊也是什么身体、生命、财产一件，结果零半，一定零件，为什么那么少？要讨论啊，要不然就废掉了吧，干脆直接就要告你们这个行政诉讼。所以我觉得哈、哦，这个是图具啊，图具你们的一个形式，啊真的老百姓进去哦，就像被那个蜘蛛丝一样哦。全部被线牵住了，一线希望进去给你们诉讼完成，然后呢，我们败了，行政法院那就不用谈了，因为你们的县政府，我还是一句话哦，不要跟老百姓斤斤计较，你们错的就是错，不对就是不对，否则你真的局科室，你看看你们的案件，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没有良心吗？啊、哦，你们依法行政讲得很大声，碰到老百姓的，依县政府的看法而行政的，这是很不公平的了哈啊！因为你们呢是考试出身的，老百姓呢民不以官斗，会到你们那边都是很严重。我就不要一一条列了，太多件了，啊，今天才有机会一年也跟你们讲不到两次话哦。那还有呢，还有一个就是消费办理消费者争议，那个消保官今天有来了哈。消保官有来吗？没有，消保官不是在你们这边哦。啊，那你是研考哈，那你更要清楚哦。到底完成几件，这是一个很大争议哦。你们应该下来哦，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问，因为这个时代啊，这个消费意识抬头，那到底完成几件？每次啊，我这样翻一翻也没有几件。那你们的一级主管一个月领多少钱？那个钱根本还消费者，破坏都不够啊。这完全案数过少啊，那中间必有原因嘛，是不是？这个也要稍微纠察一下嘛，到底在怎么回事啊？我看你们哦，消费者那个部分，到最后变成协调者，是协调单位还是站在消费端，我都看不清楚。到底是跟厂商对干，还是站在消费这边，还是放在旁边让你们去搞？然后动不动说，哎，这个我不懂，哦，那个不是，那个怎样，这个怎样，所以这个利益很好哈，这个人是不是出事情啊？还是希望处长啊，严加研究一下，哦，怎么会这样？啊，这个是不是你们像你们的局处也一样，是不是位置坐太久了，啊，关系太好了，很难办出一个结果来，这个都要讨论嘛，因为哦，这个花莲会到消费者也是。情非得已的啊，这个处长在这边那么久都知道，花莲县的人非常老实保守哈，会到那个地方一定很严重。可是去到那边哦，几乎是零蛋回来怎么办？啊，要不然你要告知他怎么去找什么律师、法服会律师、什么律师，或是帮你们县政府的这个你们他那一处有配备嘛，对不对？那到底你们那个有没有发挥效果啊？还是老百姓的？当然没有每一件都会成功或是可能性，但是不要让他失望而回嘛。各乡镇都有协调委员的，跑到你们这边来干什么？所以我想啊，很多细节部分呢，尤其关于法的部分，还是希望多多来协助老百姓啊。这两件事都是关于法的部分哈。那还有客家事务处，从我们演讲的，还是希望有一些亮点出来了，好不好哈？有一些亮点哈，因为花莲县的客家人口很多啊。那我也是客籍人士啊，那希望很多亮点出来，不要做消耗性的活动啊。当然消耗性要做，那是不是整个亮点呢、啊？珠串联部分要串出来啊？像那个南埔的市场，我刚看你们有
做一些调查啊。那个地方呢，原住民跟客家的一个市场部分的特色也还非常浓厚，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哈传统市集？还有我们镇的一个传统市集，你要不要贴一些标签？这客家传统的市场，就像我们今天吃的菜包啊，很多人想买，只要买不到，花莲市买不到。如果好的，是不是可以甄选，然后帮他做一些广告网站，又给他一个贴，让老百姓有饭吃。你看，光是采叶子里面的东西，就好几个人的工作，这个造福很多人。这不包括徐淑英讲的，因为他不是客家人，他很爱吃红色、白色、绿色。我们讲的抽一条半，抽好该粉半，他不会讲，所以你要跟他讲这个叫做菜包。徐淑英没有在现场啊，连这个到现在还讲白色啊，这个就是客家事务处还是要宣传啊，有很大进步空间哈。那红色就是安菇嘛哈，粉半，所以这个还是这个。一言当那么久喊不出来是很奇怪的事啊，这个客家事务处很大的进步空间。刚有一言讲这个所谓的城隍庙能不能进去你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好客这个所谓现在做这个那么大的一个庆丰那个地方还是要考虑啦齁，毕竟客家的神就是三山国王啦义民爷啊，有他的限制啦齁，不是说每一个神都会进入我们的客家的意涵进去啊，那他客家还是有这样分啦齁。那个当然还是要请教专家学者啊，民俗专家啊。如果我今天说这个阎罗王也可以进去啊，或者是你是不是也把它放进去？所以议员给的意见是非常好，但是还是要请这个民俗专家啊，来做一个神圣哈的评断哈。因为一个神佛的事哈，这个毕竟还是要慎重啊哈。一放下去哈，要给它变更就很难了哈。所以客家事务处呢，在整个花莲县各乡镇呢的特色，像我们镇的那个传统市场，是不是弄个标签？你可以进去买到什么客家传统的东西？吉安乡花莲市也是一样，好多人要吃一些客家传统的，穿的用的，还是希望跟中央申请一些经费啊，来让大家很清楚这里可以买到什么，这里可以买到什么，这样才有一个彰显哈。还有才可以知道说花莲县还是有客家事务室在做事啦齁，要不然忙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效果在哪里齁，要一个画龙点睛啦，谢谢。有没有议员要补充发言？那先请行政研考处林处长上台回答议员的问题。首先感谢刚刚我们几位议员的指教哈，我就逐一的来跟各议员呢做一个报告哈。刚刚议员你嘱咐的一些相关的事情，有关题目是议员所提到，就是南回第三台的收视不好这部分我回去会跟回南电视台再来做一个探讨啊。那么请他们这边的做一些处理啊。那么公益频道尤其是公益频道这一部分啊，对。第二点，英文报这个呢，可以没有问题啊，我会请那个新闻科这边来提供啊。那么花莲基金的表格吧，其实没有错，它如类数的看起来就很杂乱啊。其实应该是要所谓的报表管理啦，用报表管理来处理比较清楚了啊。这个以后我会改进哈，来改进啊。那么重大投资的案件有多少？没有问题，我会来提供啊，我会来提供。刚刚庄彩芝也提到这个东大门的验收，说要15天内来处理，因为这块呢，主政机关呢是建设处，回去我会跟建设处哈，那么来好再跟他协调，那尽速呢能够来办理。那这个案子没有错，就是在验收上面有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这个案子是列管案件啊，列管案件每个月都有也有在检讨啊，每个月在检讨。那么有关于刚庄市长庄议员所说的这个，我回去也是建设处这边来做取得来跟他们来协调看看能不能在他们去勘察的时候呢讲到这15天了，看能不能来处理那么陈建忠陈议员提到的也是一样哈，也是。这个回南台的这个第四台这个品质不佳这一部分这个还有收费收费刚刚我们黄正黄也提到这个收费也是他们那么来一个
一个哈一个一个一个委员会啦，一个审议委员会来在审议的啊。好，那黄主委员也提到，就是哈这个电视台收音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审议委员。那到底将来要审议的时候，我会啊会尊重这个黄委员你的看法，会把它提出来。看一看，其实他们是这样子的。我据我所个人的了解的哈，这个是盈利事业嘛哈，那盈利事业它的利润就是从收回来嘛，那它的建制的成本各方面它也算，还有那个 NCC 他们这边也有一个公平的算法。所以说呢，将来只要在开业的时候，我会把这些相关资料呢提供给他，看看能不能哈，那在啊在收回这一方面呢，看看他们能不能再精算一下啊，再精，因为啊没有错啊，我们的收回或许有一些高啊，这个。上一次在审议的时候有提到这一点，好，有提到这一点。那么相关的理由，这个当然我前面这样跟你讲了，但相关的理由在怎么样，我回去以后我再跟你好，再做个确切的以后来再跟黄委员做回复，好不好？好那个行政处分这一部分呢，因为行政处分牵涉到所谓的各个行政机关的啊的行政处分权哈，也不是我这边研考处这边啊来做最后的分类。大部分呢，是像环保，那是环保局决定，叫环保局长决定哈、哦。那个当然了、啊，有关于像观光处这个，当然就是迁到我们的一层嘛哈、哦。那么其他局外处呢，大部分都是局长就决定了哈、哦。那么所以就，那么当然对于行政不符的话，那么他就提起哈、哦、这个诉愿这一部分。那么刚刚黄委员你所讲的，就是说。不公不正这一部分，我回去会跟各个局处长啊，再来做一个啊转达啊，说黄委员这边要求，希望大家呢啊，在处分上务必要秉持一个公平公正啊，那么来处理。没有错了，刚才讲说按法令不按法令，其实，在法令上来讲的话，是法令一旦公告了以后啊，是要众所皆知的，但是。在行政处分这一份是看法，当然或许有一些不一啦，不过没有错啦，还是苦民所苦啦。我常常讲啊，警察吹个哨子把车子拦下来，开一张罚单3600块，或许你只是写一写盖一个章，但是他回去就要缴3600块，3600块在我们单纯的家庭生活里面，或许他可以生活一个礼拜啊。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哈，所谓的啊，从一个公务人员哈，一个公务人员啊，在于采取这一方面的处理的话，或许看他要如何的来看待了哈。啊，是黄正副议员。我想哈，有很多局处啊，他们在批核说减半来罚款的时候，他也是依法行政。不是说罚全额的才是依法行政，罚一半的不是依法行政。所以现在因为你们有法制室嘛，所以说法制主任有必要把县政府内各局处的做法做一个汇总。那汇总完之后，有些局处他用一些比较宽松的方式来对待的话，其实其他的局处应该予以参照，我的用意是这样子。好，你把各局处的这个做法全部把它弄进来会诊来看，好，这样才能够知道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因为有些减半或是三分之一来处分的，他也不是乱来的啊，他也是依照他们的法规背景来做的啊。嘿，好，这个回去我再好请那个法制室这边来再做一个统一的调查以后。那么再跟各个局处长再来研究，好不好？那么至于刚刚我们有议员啊所提到，原本原意提到，也是有线电视的这个品质问题啊，这个我会去回来电视台这边来处理。那么诉愿委员会的公平公正啊，还有国撇的一个公平公正啊，消保的完成的指证，这个提出的。啊，这个呢，刚刚啊，有敏有远所提出的这个，我回去也会做一个啊，来做一个哈、啊，跟我们法制室这边呢啊，法制科这边呢来做一个探讨哈、啊，尽量呢啊，没有错了，身为一个公民啊，也是要苦民所苦了哈、啊，啊，这个会提出一个啊，来研议哈、啊，来研议哈、啊，以上啊，大概就是刚刚各位议员所提出来的了哈、啊，那我想。
感谢各位议员的指教啊，各位，那么各位议员所指挥的这些，我回去会很认真的啊，那么来啊，来想下来啊，来斟酌来办理啊。以上报告。好，谢谢处长。现在请客家事务处林处长上台回答各位议员的问题。大会主席哈，张副议长，我想他在答复李不思议员所提的花莲市公所那个文化会馆，浩克文化会馆，他是花莲市公所跟我们县府呢承租哈，他的租金是每个月每年90,000元，他是用承租的方式。他是整修嘛，应该是没有要用执照，不用执照。哎，应该整修是没有吧？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好吧。那可能没有办法用无偿拨用。可能是有厂不用，哦，好，这个我们回去了解，好吧？哦，那我们黄正峰议员呢所提到的这个敖玉祥漫画大师，这个能够配合全国性的这个漫画，甚至于加入这个客家元素呢，在我们这个客家艺术村呢，我们在第二次的提案的时候呢，我们尽量来协助这个吉安乡公所啊。哦来做这个配合办理啊，好不好？郑乾隆议员呢所提到的好客艺术村它的第二期工程，第二期工程呢我们已经修正过哈，您提到客委会也已经入案哈，但是就是还没有拨款，还没有还没有核准啊，还没有核准哈。那至于城隍也要迁至艺术村呢这个有待联商啦齁，因为客家的这个主要信仰是三山国王和义民爷，那至于城隍爷是不是能够迁入这个艺术村里面呢，我们都还要来了解齁，来联商。那五谷工生活环境的改善呢这个整个环境的改善呢，我们也是已经修好这个计划呢，客委会也已经入案，但是呢，还未核定哦，还未核定。那还有一个就是客家艺术节内容要更丰富的，这个我们会跟吉安乡公所来研讨哦，因为整个的计划呢是由吉安乡公所所提的哦，那我们会来跟他研究。那游美人艺人呢传统市集以及标示呢，这个我们会跟我们的主办科我们来研究未来怎么标示它是客家的卖的客家的东西，给他在这个店的门口贴个标示啊，让大家能够了解说它是卖客家传统的东西啊，那我们会来办理。好，以上答复，谢谢。好，处长请问。还有没有议员要补充发言？许淑云议员。大会报告，下午议程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明后天11月5号、11月6号例假日休息，11月7号星期一上午9点进行县府社会处、政风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请相关人员准时出席。散会。